像做什么，爸爸陪你玩。爸爸，你老是怪我开口，别光说好无聊，带孩子不像父亲似乎，到底像谁似乎呢？你看你，我们的火星人这里的生活如似水一般，度日如年。火星王有什么那么刻薄？整天薄挑如累，然后每个公主平常娇生惯娘，她哪里要玩具？她赶快有结婚就是了。但是谁呀去那个丑三八？要不去，去地下室，人家的屋。